对对对，那、啊、我在小时候有去，我在采，我经常采这个东西。哦，山上的猎区都是有哦。甜一甜，沙鹿的，甜一甜，辣辣的。没有这个叶子就有了。那个白兰可以拿做那个药材呢，香料，香料，这个做香料，然后可以做茶。嗯嗯、哦，可是这个不能煮，怎么讲？不能煮太久。嗯，去山上，哦、煮太久会怎样？山上很多。你去买那个一罐那个小小的商店。煮太久会怎样？我们小时候，不晓得煮太久会怎样？会黏黏的。哦，水分要够。去玩一林的坟墓，去找这个。哦，这个我的内区是传统的东西，是在那边很多，我经常。这个是属于你身体燥热的话，吃这个可以在。哦。这个是热补的。哦。哎，好。中药来讲。